接回来哟。跟姐姐聊天了？是啊。带姐姐当姑了嘞。对。我当姑了。姐姐。耶嘿，还要跟姐姐抱一下。干嘛？躺过妹妹妹妹。没躺过没有啊？妹妹。姐姐也要躺啊。姐姐要躺啊。干了。姐姐哪躺啊？走，姐姐躺。现在我准备去挖一点果蔬回来吃，女儿也回来了，去看一下今年有没有结果。大个的，今天去看一下，在这里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果子，有没有果蔬？有嘞，现在准备试开挖一下，哎呀，没有果啊，没有，这么大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小一个。哎呀，这个种的是白种的哦。看，这第二个还行哦。哎，这样才是狗嘛。还被竹头挖了，那真的不长个啊，你看那么一点点，哪一颗长个的点，倒还有一点，你看这个也不行了。这个还是可以的。
好像这张还行，还有的吃。你看，忘了是这个是最大的。啊，我们干了。我能那会了啊，我领呀。啊嘛。哎，老弟。回干。我今天也不挖的多，人想吃就来挖。老满了，老满了不挖，老满的了，都老满的了。哪里去躲啊？啊？你没有滚了？鬼滚了哟！不能老多，你没滚都不能压来了，压滚了。这个就要亮了，你看，一个大的还带一个小的，你看，在这塘边边这里呵呵长了一个。这种太烂了，拿回去喂鸡。咦，好的，只有一点点。那一把是被竹头挖过的，现在拿背篓来装了。还行还行，嘿嘿嘿，准备回家了。